彰化县卫生局今天在员林演艺厅举办112年卫生保健绩优志工与团队暨社区卫生促进委员会绩优委员表扬大会。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疫情影响暌违3年，就像开场的表演一样，真的好久不见。这次借由表扬大会，感谢1700位卫生保健志工和700多位卫促会委员平日的付出，同时奖励绩优个人与团队的杰出表现与贡献。长期以来无私默默的奉献，协助推动卫生保健公卫业务，感谢有您们。我们这个卫促会的委员啊，总共有700多名，我们呢这个志工伙伴有1700多名哦。那因为大家的用心协助，所以呢我们不论是在工会的一个服务，或者甚至我们疫情期间非常多的这个工作都有赖于大家，所以在这边深深一鞠躬向大家表达最高的敬意跟谢意，感谢有你，谢谢。今天我们总共会表扬14个团体，134位我们的这个绩优的伙伴们。那再次的利用机会感谢大家。那因为有大家的付出，彰化越来越好哦。那我们也一直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活环境。那当然更重要是我们一定要有健康的身体，所以还是要拜托大家把健康的观念，除了我们自己周遭的朋友还有我们周遭所能影响到的，也拜托大家多来这个协助哦。最后再次的恭祝我们所有的志工伙伴家庭幸福美满，身体健康，事事如意，美好彰化，希望城市，我们一起来努力。真的好久不见，感谢有你，谢谢谢谢。李彩萍，这是我们第一阶段的这个志愿服务承办人，那么长期以来尽力的带领的卫生保健志工队表现杰出，让我们县长呢来颁发我们第一阶段。
彰化人彰化市新闻记者林明佑采访报道。